我叫你躲。你打我不能傻呀。大叔，我就想提醒一下你，这投资回报率算错了。哪里错了？198乘以2，28×16，写6×1，29×18，19，39.6啊！投198，净赚39.6，才是200%回报率；反39.6，那是100%。是吧？大叔，这是小学数学，你数学没及格过吧？我数学不好也轮不着你来教啊！去去去，别跟人家捣乱。虚假宣传是违法的，我就来提醒一下你，别贴了。我就是刷广告的啊，你管的也太宽了，去一边去。你刷小广告的，我缠小广告的，这事我就管定了。所以我贴的广告都是你缠的？昨天那些不是我缠，但今天这几张我缠定了。找抽呢你？啊！你我叫你躲。你打我不能傻呀。愣了干嘛？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行，快抓住他！捣乱的，给我站住！啊，大哥，你冷静点！哎，别动！总算安全了。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么鲁莽？真被打了怎么办？这不是有你吗？而且你哥那一脚真挺……你轮椅呢？啊，跑丢了。跑丢了？韧带撕裂，踝关节软骨挫伤，软骨骨折，你跑这么快？这不都刚刚着急救你吗？还好我身体素质好。啊，又开始疼了。你伤的是那个脚？啊，是，这脚更疼。所以，你这几天都在骗我，对吗？崴脚是事实，只不过没那么严重。没那么严重，你使唤我，让我跑上跑下，当牛做马伺候你。那不都是你自己的建议吗？我顺势而为。行行行，你觉得耍我、利用我对你的关心很好玩吗？也没那么好玩了。其实昨天爬树我是想告诉你来着，但是本来只是觉得你脸臭，觉得你脾气不好，是我没用对方式，所以你一直都不搭理我，是我一厢情愿。就不该接近你，关心你，有跟你做朋友的想法。因为拿自己健康开玩笑的人，根本就不值得别人的关心。我的身体状况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拿我自己的腿开玩笑，你生什么气？我生什么气？哦，你干嘛？疼吗？疼。反正也不是我的腿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